伍明薇、余日思、曾湛鹤到商台宣传 ViuTV 游戏节目《埋嚟睇埋嚟玩》，港队首次同四位年轻人一起做主持。五姑娘就视认佢哋都系九十后，平时都称呼佢哋做九几。问佢哋有冇代沟，佢哋又话完全冇代沟。佢哋啊，我唔敢答呢啲嘢，我觉得自己型啊。系啊，非常之 nice。我就系觉得佢好潮咯，即系佢未必系识晒我哋2020年嗰啲潮语，但系你一教佢就识咯。但系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潮语带翻过嚟咯。咁系咪咁？你反应快咗，即系。因為最初啲人話你個反應冇咁快嘛。第一集，第一集咧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個原意咧就係、是、聽電話嘅。當時咧成個團隊可能估唔到嗰個反應咁大咁快。咁其實如果即刻喺一接近一萬個 WhatsApp 裏面揀個四個出嚟，半粒鐘喎，咁你會唔會覺得造假咧？會，咁所以點可能揀四個出嚟啊？有個自己有啦，寫話，反應慢唔緊要啊，識我嗰知我 EQ 高，反應快，所以我唔介意唔在乎呢啲嘢嘅。咁所以唔好嘅嘢就認，認咗之後改，咁我覺得呢個團隊係不錯嘅。